他本身呢是什么问题呢？是心脏的问题，心脏有问题。心脏有问题通常会找谁呢？我想问一下。找医生啊，找什么医生啊？心脏科啊。心脏专科医生比较安全一点，好不好？他本人呢已经五年的问题了，就是这边找那边找这边啊，通常医生会给什么先？药啦。真啊，我去看医生，通常会给药，对不对？医生跟药会扯伤口的心，好不好？就是这样子。他本身呢就是五年的问题，心跳会知道了吗？通常你听过什么叫心脏病吗？心脏病是不是很难会马上？如果说是不进的时候会马上死的，他的问题的啊，所以呢，从这边呢，为什么他服用了 SNE 呢？差不多是几倍时间啊，就改善了他本身的问题。那我们的李正老师来欢迎他上台，跟我们本身啊讲解他的问题的过程，好让大家这边坐的朋友们更加的深入了解为什么 SNE 有这么神奇效果。好，朋友们欢迎我们的单拆货，来，读一下大学点嘛，再小声啊，再小声啊。我的中文名字是陈彩香，谢谢医生给我保健这么好的健康，因为本来我有心脏病，好像呼吸困难啊，又跑路啊，很没有力，又是这样疲倦啊，所以治疗呢现在都很好了，你看身体又好又健康，又觉得很年轻，很活力，所以我谢谢 SNE 是很好的产品，它是一个很保健的，使我们的身体健康好像我们有吃药，因为我们心脏病一定要照着医生的指示按时吃药，不过我每天早上吃这个 SNE， 还有晚上吃一次，吃了就很好，精神好啊，好像你吃了西药啊，有时候反作用啊，人觉得很疲倦，时常要打瞌睡，所以你看我时常要运动，所以弄到身体很好。我每天早上都有运动两个小时，去做瑜伽，去打太极。所以运动也是很好，也要吃这些保健品，对于我们的身体才可以保健得很好。你看我现在72岁吗？不是啊，你看我可以做很多的。像二十。很多的健康的运动，太什么了？其实啊，真的啊，72岁啊，还有这样的信念，就是说，他知道啊，运动是非常重要保健品，对不对？运动是非常，因为他知道啊，病啊是不好受，对不对？好，有问题啊，身体有问题，是不是很难受的？是啊，是啊，就不管3、7、20，都不管了，是啊，就是很有信心，对不对？你这边来讲啊，除了心脏病，我还有胆固醇，啊，心脏病、胆固醇，还有什么呢？血压高跟呼吸困难，这几样东西都是。它是一个循环，对不对？啊，有心脏病，有这刚才我讲的，就是那几样东西。所以这几样东西呢，是扯上关系的，对不对？现在不会了，我可以打很多胎气啊，什么胎气，我又打油肝，又可以做油肝，不会呼吸困难。平常啊，跑步都很困难，现在我跑得很快的，你看。我的脚可以踢到我，哇，那脚会这样子踢他嘛？你们可以吗？因为啊，我们讲心脏啊，是来的时候啊，很多你看报纸啊，它没有通知的，我们的心脏是没有通知的，要就是激烈运动的时候就马上就跌下去，很多是踢不到的，不管你是什么背景啊，什么名人啊，有时候是踢不到的，对不对？
所以你这边啊，治药你治疗很多年，听说这边好像治疗几年啊？治疗六七年。治疗是有六七年。治疗治了六七年。身体也没有什么改善，你是找专科医生啊，还是什么？专科医生也给你药吃啦，天天就准时就吃他的药，对不对？你找到中医吗？好，开始。还有呢，就是说吃了六七年的药，你有觉得改善吗？还是？就觉得人很疲倦哦，自从吃了 SMP 呢，那个精神就很好哦。所以啊 ，SME 呢，他才这边记录呢，他是去年的十月份开始吃，一共是差不多半年吧，八个月时间呢、啊，就整个改善了，脚都可以这样子踢的了嘛，不是这样子不了了嘛，所以啊，真的是 SME 啊，来问给 SME 一个，趁机会给 SME 一个热烈的赞哦。这边啊，这边是，哇，你看这位啊，70岁看出啊，好像是50岁、60岁哦。好，等一下给他拍照一下，做记录一下。70多岁是因为 SME 18个月的这样子的来吃啊，就真的是可以改善一个人，真的是状况完全不一样啊，真的是。还有这边是这个是以及之前拍的呢。OK， 说还有什么补充吗？我相信这边啦、啊，心脏病是不是给72岁、60岁、70岁的人才有十个中心脏病，还是？年轻人会中吗？会，一样是会中的。你们看报纸啊，通常都是因为是食物的关系，空气关系阻塞我们的血管，所以呢、啊，今天呢、啊，真的是如果是有这样的问题，还是别的有先天的问题 ，SME 真的是其中一种辅助品，可以帮助我们身体。还有什么跟在座的朋友什么讲呢？还有之前我便秘，自从吃了那个茶。就很好，大概两三个每天有大概，因为便秘啊很辛苦，有时两三天才能大概一次。哦，原来你也是有便秘的问题啊！哦，这样，其实呢 ，SME 啊，就是伊利的那个，我今天带来啊，就是。手机啊，伊利 SME 有200多种医疗，不管你今天你的身体啊，像这位女士，包括。胆固醇啊，心脏病啊，呼吸困难啊，这个是一个系统，它可以帮你们200多种人进行身体，就可以解决我们一般上的问题，好不好？来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给他热烈掌声，谢谢大家。